Hello，今天讲一讲美妆蛋的五个用法，尤其是新手不会用化妆刷的话，它可以帮你一个大忙哦。在用美妆蛋之前，一定要把它在水里泡湿，然后挤干水分，拿出来之后再用纸巾把多余的水分带走，这样就可以准备上妆了。粉底液一定要点涂在脸上，像马蜂窝一样，然后再用准备好的美妆蛋摁压拍开，这样出来的底妆一定是特别服帖、特别水润的。美妆蛋还可以用来定妆，沾点散粉，然后拍打上妆。这样也会超级轻薄均匀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腮红一直是个难题。用美妆蛋的话，就可以拍得非常自然均匀了，也不用担心画成高原红。同理，修容粉也是可以这样去拍的，轻轻拍打，少量多次，超简单方便，而且可以用来画发际线。美妆蛋上尖尖的头，会比这样的粉扑画出来更加精准，然后画出来的发际线也超自然。